上午11:40，一架波音747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发生故障，脱离跑道，现场损毁情况。他出差了。你丈夫的手机在我老婆的衣物里。怎么可能？我要去这个地方，我要找到真相。地图上根本就没有。你们旅馆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他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份。